Good morning, guys. Me again. Sorry if I didn't get a chance to show what breakfast looks like. But anyways, it's so hot around here. By the way, we just left the hotel. Yeah, man.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还热了，它的热空气会夹带着沙尘，然后上升到大约200米的高度，所以咱们看到的就是那种灰蒙蒙的，有些黄。这个呢，还不算是很严重。在很严重的时候，咱们现在可以看到前面有大楼嘛，应该是在街头的大楼已经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在迪拜特别明显，就是咱们从不管是哪个城区。 你是从城外走还是从老城区走？你看迪拜塔看不清楚。这个叫做晨雾，在每年的夏季都会在阿联酋出现，像是大家可能看一些电影，看那些什么沙尘暴啊什么的，在这个国家是在这个季节的高发，经常会有那种，不是像电影里那么吓人的沙尘暴，但是呢。 确实很，就是挺吓人，不过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大家好，咱们开始走第一天的行程，今天稍微有一点点迟到，希望其实明天就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不过呢，明天咱们在晚上集合的时候，明天呢咱们会走一两个景点之后呢，咱们就吃完午饭自由活动了。 然后呢，我定一个时间，咱们下午集合的时候，这个时间不要迟到了，因为咱们要从迪拜赶回阿布扎比坐飞机去埃及，OK 吧？这个头巾很像穆斯林。有帽子，帽子全程不能摘，都要戴着。 对，不过最好是那种帽衫那种，对，最好是帽衫那种。来，昨天说完了周庄要求以外，今天呢，我开始说一下清真寺的一些其他要求。咱们一会儿要参观的清真寺呢，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一站。这个清真寺呢，是全世界七大清真寺之一，叫做谢赫扎伊德清真寺。 现在的排行第三位，这个清真寺呢，虽然不是说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啊，但是呢，它是全世界造价最高的。咱们要去的这个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呢，整体的清真寺造价在55亿美元。对，咱们进去昨天也看到一个远观，对吧？它是蓝色的，它底下是景观灯。其实真正清真寺呢是纯白色的。 这个清真寺的建筑材料呢，和其他的这些建筑的建筑材料是不一样的。咱们看到的，不管是高楼大厦呀，还是一些庙宇，一系列的这样的东西。咱们看到的都是钢筋水泥建的。清真寺的主体结构呢，是用来自于希腊的汉白玉砌造而成。除了这个汉白玉以外呢，它每一个拱顶，就是咱们看见那个圆顶子上面那个尖儿，每一个尖儿呢，都是用黄金打造的。 它除了用汉白玉，还用了大约46吨黄金作为装饰。除了它的宣礼塔，它的这个拱顶，每一个上面都有个尖儿，每个尖儿呢都是黄金做的以外，它的拱顶的内环，就是咱们从回廊上走，看到那些大拱顶，大拱顶的内环呢，上面都篆刻有古兰经。每一段古兰经呢，上面写着都是一个小典故、小故事。 为了让教徒更明显的看到这个圆环上的古兰经，这古兰经也是包金的。咱们进到清真寺里呢，可以看到什么？咱们进到清真寺里可以看到这个清真寺回廊上有小柱子，这个小柱子呢，每一个柱子6个面。这样的柱子在清真寺里呢，一共有1178个。 每一个面上呢都有非常精美的花饰，这个花饰呢并不是人画上去的，它呢是由工匠把这个汉白玉的石板刻出来各式各样的花饰，然后呢再镶嵌
来自于八个国家的宝石，然后打磨而成。咱们一进去就可以看到了，除了这些就是非常多的柱子，对吧，非常多的拱顶的尖儿以外呢，在清真寺里啊，咱们还可以看见两个世界之最，一个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吊灯，还有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手工地毯。最大的吊灯呢悬挂在它的主祷告厅里，就是咱们一进清真寺看见最大的那个拱顶上。那个拱顶呢，从拱顶的内部最高处到地面一共是82米。咱们可以看一下它那个中间悬挂的吊灯，这盏吊灯单盏的造价呢就要高达85万美元，因为呢它是由115000块施华洛世奇水晶来组成的，而且呢它整体的结构是铜镀金的水晶吊灯，跟它这个样式一样，但是呢稍微的小一些的，悬挂在这个大吊灯的两旁。最大的地毯呢也铺设在这个主祷告厅内。咱们进去之后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毯呢光重就重达47吨，非常大的一张，而且它是一整张地毯，是由1200名伊朗女工呢在这个清真寺的祷告厅内制造而成的。简单的我介绍完这个清真寺里的这些大家能看到的东西以后呢，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进清真寺的一个其他的，除了着装要求以外其他的要求。首先咱们进到清真寺里戴的头巾，女士的头巾在参观过程中是不能掉的，可能咱们没有戴头巾的习惯，对吧，经常会走着走着这个头巾就掉下来了，然后掉下来之后呢咱们最好是结伴而行，然后提醒一下头巾掉了，然后赶紧戴上，就算那个您的同伴不提醒您，那周围的保安也会提醒您的。因为在清真寺里并不像其他地方就门口比较严然后里面就松了，它清真寺还真不是。清真寺是您进去的时候他会检查着装完之后要过安检之后您就到了清真寺的院子里了。到了清真寺院子里大约10米一个保安。So this one over here, background here, looks like Singapore's is on what is it, Gardens by the Bay, Gardens by the Bay Marina Hotel. Which kind of reminds me if I want to be living in Singapore and visit Abu Dhabi, then this would be a perfect chance to visit this. Because it looks just like the Gardens by the Bay Marina Bay in Singapore, which I kind of want to go back and visit the most. First day for one, two nights there. Just like Dubai can create the same as Singapore, so it's architectural style. Guys, I'm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now here. It's hard to let me see. Let's see more. When do we get to the stage? 走路的时候都不能手拉手。那么，就是搭配啊。